今天要分享的是钢弹台场限定的独角兽的不死鸟的银色版，然后这边有看得到是2005年的标志，然后内容物是这样。然后可以看到它的精神框架是粉红，算是粉红色的。然后底架部分是算黑色，然后有附水贴。然后一样是灰色，所以图片看起来是算银色，但实际上它的颜色看起来应该是比较偏向于所谓的铁灰色。然后这是说明书，说明书，然后这边可以看到之前原本的除了这一个系列以外的其他像限定版的其他两款颜色，像是金色或者是珍珠白。